伤害非常提高。完了！我到了！我在扣！我到了！他这个400个人头相当于我现在打了两把加了14个人头，而且我打的是高分段，要是说打低分段我就不谈了，好吧。打就是你就算打高分的，狂杀两分半开小心啊。 OK， 不会这么变态吧，天天三级打赏。 IF 六开就是要三级打赏的。哎，我能收到。可以加在这儿，我进去找下人打吧。怎么说？可以。好说。我操！这个塔第二下凭什么打得到我？感觉防御塔他那个真有点奇怪。我操！小法也能支援啊！坏了。是。来吧，来。啊，算了，我不跟他对线了嘛。打个闪，这辈子我真的。我来了，兄弟。OK。我先可以吗？按一把十个人头算。好的。一把十个人头，400个人头要打40把，对吧？40把相当于20个小时，他就一个超火要加班20个小时。吃一下吧。你们是镀层吧？下波再吃小龙。你单吃吧，我旁边看。单吃吗？那我看。居边。我那杀的一滴血，那狗屎运啊！我看到没他的血量，有人下吗？好，瞎子闭了可以去。已经去了，看到了。他枪攻击挺高的，我也没了，你给他盾你怎么办？我这个人就回家，少打妹子可能会去下，你们注意下。我马上拦住给，拜拜。哎，傻逼了。哎，这瞎子这么会拉扯啊！！操！没事，送了两个没用。输了，别！要被单杀喽！今天能不能拿个53？我看他们说。偷了多少？我刚刚看抖音。198。我听那个。可以。文森特说。什么你要什么 bug？ 单柜去。真的是烧法绝活，打这是什么五杀挑战下播，估计要打到明天。我42秒打，可以勾一下我那个。好的。来了，兄弟，98T来了，这烧法踢了，有的。哎，晕了我两下。哎，遗失的炮车。啊，真的好恶心！得来我这个阴阳的，这么痛啊，大人！一级的时候，加九个，二九十八，三九二十七。阿尼练出来怎么杰森不行啊？杰森练出来阿尼不行啊？我也没办法，同时能练两个英雄的呀！我操！有钩吗？我准备采狙了。哎，我有。3秒，好起来！又动了！没了！可以打一打，可以杀一下。我来了，等我一下，我有地没事。
没事，我来了，擦水，赶紧擦走吧，滚吧你！他好急啊，好病啊！放手吧！这人真笑死了。上了，哎，上了还插队啊！那个深渊面具，我操，龙骨翔闪，是的，傻逼了。比赛上，赫维留斯优先级还是蛮高的，但他这个英雄有一点问题，就是确实也很容易崩，你知道吧？就看决赛了吧，看决赛。但是我觉得下个版本，我来了，下个版本再看，我觉得他走不了一点。还在走，都是我的。大了个红色的桶子，他拖走。多久有 Q 是吧？有。好高，都我。上单下单。简单。U C D 多久？好单杀。买的先把这个人管一管。算了。好的。哎，这个真得管一下，太嚣张了。就算冲击，完全不受对手。好拖。折磨他，过了一波了。嗯，一波吗？我再来，你们。一波是吧？我来了啊。一波吗？确定的一波吗？这一波不了啊。马瑞，主要是他们老手。可以的，确实。等我正站你在一波吧，站你正在一波。我怎么有延迟啊？我的问号隔着一秒能出来。哎，对，你看啥起来了？哎，我这个时光梭满不了呀。绝对满不了。兄弟们救一下宝宝！宝宝只能说是 A 到那个封闭的效果是。他妈的，主播就算这个战绩，也能如此的打伤害，是吧？不知道那些黑子在喷什么，恶心死了！来，恶心死我了！小心！八个人头是吧？逃兵啊！那有逃兵啊！逃兵抢逃！小心，小马车的伤害非常之高。完了，我到了，我在扣，我还在扣、啊，真的好恶心得了，我这个英雄啊，怎么这么痛啊，打人，一级的时候，加九个，一个二九，二九十八，三九二，我一样过没去，我来了，三九二九，三九，三十三，没有，喂，有，啊，小兵给我 A 死了吗？什么伤害呀，我操，哎，零杠三怎么完成八杠六了？没办法，没办法，是立场，对面中单没打野玩不了的，说哇，好断，还在操作，我再帮你做一下。可惜了，对啊，好可惜。我怎么打到十杠七了？